早餐，跟你们讲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就是这里我来过。怎么讲呢？你就认真点。吃饱了，现在要前往 homestay， 我们在等我们的 grabber。哦，我们到我们的民宿啊，可是没想到这样漂亮，这样大间。然后屋主给我们先来放行李，过后才进来。你们一定要去家那边上船。OK， 你们讲啊，我才染我头发几天吧，又脱色了。因为你头发吃不到黑色吧？你今天讲了八九次。我们现在去按摩喽。他们按脚，我们按身体，按完摩很轻松。我们现在回来民宿。哇，你是韩国人，要出名啊！我帮你宣传你的花雕。对，可以用了，房间这两间可以用了。哦。啊，可以用了。OK。啊，你们自己去。哇，很大间哦。我再出一次，我的 aircon 下，我的 aircon 不放下。哇，很大间哎。我操！我现在这样功能来做，可以了，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了。好，拜拜。休息了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休息先了吧。拜拜。拜拜。两个。OK， 拜拜。好。这边等。没有这样砸到整个，不然很慢慢的，绑起来就全部按着。鱼先，多少？绑头发。Yeah. 觉得好像是在吃东西，有可能的吗？可能在吃头发。哎、欸，你没有绑啊，小姐。Ha ha ha!
真的吗？水晕倒。水晕倒？还要吐？还要吐？不要玩。骗人的，想要哭。我们现在要去拍照，刚浮潜回来，冲了脸，哎，不是冲凉，换了一件衣服喽。现在就是要去拍照。吃晚餐，哇！我们女生的胃不是开玩笑啊！你是？哎呀，不要点名哦！吃饱来看蓝眼泪，看有没有机会可以遇到。要跳海了吗？爽吗？很爽，我还要跳。阿姐，哇！干嘛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我不敢，我想，可是我不敢。现在就是刚浮潜完，有两个人不舒服，然后也不懂家会不会好。我们现在在吃着午餐，大家就要狂拍照，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在热当，明天就要回去德仁亚努往上的飞机。